刚才那妞我瞅着眼熟啊。你小子一看到漂亮姑娘就眼熟。那是丁家的大嫂青云。你确定？确定，就是她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追呀！追！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这地下无门你偏。好像是炸药，炸药包吧？炸药！咋？我听警署的朋友说，丁家就愿意玩这东西，咱得小心着点啊！去你奶奶！他丁家再有本事，这玩意儿他能随便带过来？我说小姑娘。你把那个破布包给我放下啊！我严霸天可不是被你吓大的啊！青云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荣英哥，你可不是花不上人家！青云姑娘，快救命！青云姑娘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严老板，人走了，啊，走了。哎，怎么没炸呀？刚才呀，他好像把那个引线呀给掐断了。哎呀，老大，他把我车抢走了。啊！妈的！我们被抢了！那边，丁三嫂，您就是武田。很荣幸能见到你。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？放了我的女儿。看来我们之间有很多误解。其实我不是一个凶残的人。丁玲现在很好，也没冻着，也没饿着。现在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。你们怎么样才肯放了我的女儿？只要你安心地为皇军做事，拿下丁家堡的那天，就是你们母女重逢之日。这个选题很好做呀，一边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一边是和你已经没有关系的夫家。三嫂，
你觉得哪个分量重？我要接我女儿。有付出才有回报，现在你见不到的，除非你做出让我满意的事。把我女儿的鞋还给我。那要看你拿什么来换。还给我！还是那句话，有付出才有回报。你们到底希望我怎么做？和你一起来的，丁家的新大嫂青云在哪儿？一层大门，当时那个环境特别吓人呐。当时他手里拿的炸药包，他还抢了我的枪啊！太君，是那女的太狠了，她要跟我们同归于尽呢。行了，一帮废物！青云还带了炸药包，你刚才怎么不讲？我不知道，青云是我们家的大嫂，好多事都瞒着我们。你们约定的集合地点，我带你去吧。到了之后，你先进去，把青云的炸药包先骗走。三嫂最终含泪做出了决定，为了女儿的安危，她只能背负起这样背叛的罪孽，怀着剧烈的负罪感。三嫂带着日本人前往暗庄，内心暗暗祈祷青云不要出现在那里。你回来了，急死我了，去哪了？你一直在这儿等我啊？你为什么不先走？滚！咱们一起出来的，当然一起回去了。你不说过吗？我们是一家人。是啊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赶紧走。不行，我觉得外面有问题。我刚才回来的时候，看到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。怎么还不出来？果然好多日本人。先别怕，你放心，我是你大嫂，我怎么把你带出来的，一定怎么把你带回去。